糟糕哦，温干泪眼。夜正风波严，令自己丹心肺炎，心里不平静，皆因我梦绕，屈出心病。多凄惨，已迷路，点镇定？像困房，咳了嗽，有几声？真惊啊！伤风感冒，难认苦脸，好凭书信两三声，还觉真假。确实犹豫，点解摊在轻？倘得那书方思考变迁，以水不那平，仿佛那怪声隐约传达于心境，为何自己在这里咁昏暗？充满意念，若幻光难辨影，身处那一方方假的地形，太离奇，潜入意迷蒙，消息未清楚，还望再纠正真相。难猜透啊，得那二格仔形，心中疑虑又何安全离？罢变，几重方格窗，难忘爱绘画，天使我多重人间。而且兴趣多，喜欢点阵图，有否关于爱吃吹鼠快，山重解迷问？我想通了，难道在点阵图二次元空间迷路？要寫返至得啦。
試玩鉛筆，唔通暗示我用鉛筆寫翻我玩咗呢一個虛擬實境遊戲？呢個咪 VR 眼鏡？搬翻自己嘢先。奇怪啦，點解周圍唔見佢同我講緊嘢嘅？唔通佢行開咗，去咗廁所？抑或我穿越咗機械二度空間呢？咁咪係人工智能唔係啊？係真，原來我玩緊 VR 虛擬實境遊戲，我仲見到嗰堆嘢添。原來真係發緊夢啊！